始串流，开始串流，开台，开起来，大家一起来爬塔。嗯，哦，等一下，这个也太……为什么不能放招？哦 ，SCD。OK。啊。那我们血量170才是正式的真正的满血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不痛，等一下，上面的法师有点烦。攻击或是防御什么东西？衣服啊，我的衣服是提高暴击率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忘记了。暴击三，暴击跟回避。暴击跟回避是紫色的，我黄色的我记得是暴击加什么？嗯，我忘记了，他有另外一个属性，我忘记了。黄色，哎、欸，我没有买黄色、欸，哎，紫色是暴击加回避啊。嗯，那黄色的话，我记得也是暴击，然后另外一个属性忘移动吗？真的忘记了，我是酸加跑速减技能吸力的。什么颜色啊？蓝色？青蓝青绿色。哇！走开！走开！要睡觉了，晚安晚安。要考试的赶快去睡觉，准备明天的考试。嗯嗯，哦，下面有商店，服饰店，服饰店好像是最没用的哎、欸。对啊，就是改你衣服的能力而已啊。嗯。重点是就随机嘛，对啊，其他的 还比较有用一些。增强波动领域，哎呦，裂风100块，这什么游戏？然后打标题好了。繁星的声音，我把它调大一点，有点小。我的声音吗？没关系，我拉大就好。啊，我就放话叫声。文字定游戏游戏 OBS 游戏要怎么加框啊？游戏加框什么意思？就是游戏的文字加那个框框。哦，你说上面的字吗？嗯啊，你就写打完文字以后，你往下拉有一个。你还在打嗝哦？没有，没进没格。哦，有哎、欸，原来还有这个哦。哎、欸，往下拉还有个外框。我、哦、靠，不说还不知道。外框又学到一个啦。真的，外框大小。哦。我想说，为什么新版的有，旧版的却没有？旧版的有，新版却没有。为什么功能被拔掉了？对，这么好的功能怎么可以拔掉？结果只是自己没有看到而已。嗯啊，怎么我齁？变成火系战神了？对啊，嗯、火系的范围广，伤害还不错。如果是你不会用，对啊，怎样？我在卖萌啊，怎样？
哦，那个不是有个免费拿道具的吗？免费拿道具？对啊，不是有个商人是可以免费拿到道具的？他不全部都受诅咒的吗？哦、对啊，对受诅咒、啊、全部都是有负面效果的。看、嗯，我那时候拿的很开心。可是他有些效果还不错啊。啊，如果是一个受到伤害，但是是扣你钱，然后增加你的防御力的，你会也拿吗？你讲的应该是贪婪的黄金甲吧？对，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懂啊？因为我也拿过那个东西。刚刚真的很烂呢、欸，真的、啊。莫名其妙十块就没二十块钱。哎、欸，那我问一下，一定要全部探索之后才去打那个 boss 吗？哦，不用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啊，那为什么有时候会有骷髅头的那个啊？那个就是显示你说还差多少敌人吗？对对对，好像要把它打完，打完全部的敌人之后，它会变比较弱。哦，是哦。对，因为他看，我记得上面有写三个骷髅头，然后有一次就是直接去打，然后三个骷髅头都显示嘛的，那个好像就比较强。我就不是很知道了，好像是这样，因为我上次就是他骷髅头一显示，我觉得干怎么变那么强？对，有几次我怎么打他就不掉血，可能这样啊。嗯、对，应该是要把全部敌人打完之后，他就会最弱。小买个精灵，说我想要变精灵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对我好像没有带到道具、啊，道具你没拿吗？啊，我忘了带，出门不没有带到一个道具。这个游戏有没有巴哈的、啊欸？有啦，我带风车。你来看一下。你说攻略吗？我危机是很少啦，刚出的游戏而已啊。你要危机的话，可能要去看看国外有没有人整理了。出没有多久，可能要到先到巴哈去看看有没有，应该会有人来的。最近这个蛮红的。五块香菇，五块香菇可以让对方走。这个是什么、啊？这个我没买过，我看一下。Hello， 嗨 ，Hello， 洗完澡啦？洗完了。哦，今天大地有几个人要爬、啊？我杰瑞音乐。目前在的都在爬。嗯。怎样？你要爬、啊？是啊。爬起来。不懂，我们可以教你。但是要收钱。在楼下。在另类的深夜阿米狗共斗。我觉得今天一定打排不爬不完、啊、因为这真的很难玩。雷电突击加强，增加攻击速度。而且他到越后面的话，怪的能力会变强。嗯，最后一个怪就真的是有点夸张了。这超扯的啊！分裂的护身符，你有印象是干嘛的吗？增加伤害。哦，拿了。干，没钱买水。双倍烦恼，玻璃大炮，破碎瘟疫药品。药品我不知道，烦恼的话，好像是增加攻击，然后对方的伤害也会提高。玻璃大炮减血加攻击，减血加攻击。嗯，减血的最大值哦。我在冲杀，我卡住。最大值好像还好，对不对？反正血量都原本那么低。好，玻璃大炮了。哦，350，剩350滴啊。可以啦，我都是170滴才开始。哇，直接秒了。到底谁多凶巴巴？啊，我凶！等一下哦，大幅提升地系伤害。好，产值是提升地系伤害。嗯，好。我全身都带风的，有点后悔。带错属性了吗？没有，你要带个地的。我靠，好像我买那个旗子啊，它可以挡那个投射伤害，超好用。旗子的伤害好，就是旗。那个西洋旗的旗，它是两个马的图案，一白一黑一白。嗯哼，哎、欸，啊，它就是可能就是有投射物射你的时候，你马上放下去，就挡得了了。它会跳到前面去那个吗？嗯。哦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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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
要布布剩八十滴血了，布布快死了。那我也开采啦。好。不要！冷静，你冷静。火女王，你冷静一点。哇，被砸到了两下，被砸了两下。快而已哦。哇，八十块我没得买。前面前期就是一直浓水进去买技能跟衣服啊。你有看到我中间下面就是有水晶跟钱，钱的话就是买地层里面的东西，水晶是可以买地层外的东西，啊，那个就是永久的。那个水来喝。新招解锁，游飞的围巾，它有跑步吗？你就一直按着，一直移动的话，就会变成冲刺了。对啊，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牺牲你一个技能，跟他换一个买药水的优惠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拿那个玻璃大炮，然后我再买巨猿之心。玻璃大炮是干嘛的？减少生命最大值，然后加攻击力。拿到一个空气爆发。哦，那是基本的。哦，你开始会拿到一些基础技能吗？秘法电击是什么？真正的法师不会摘下他的斗帽。秘法电击的我比较少用、欸。哦，可是我买不起，我买巨猿之心好了。啊！增加最大生命值，妈的，增加二十。下去，啊，下去。然后我跟杰瑞现在是玩的是风的啦，啊，允月玩的是火的。嗯，我是雷电，我刚开始玩。你转雷了、哦？嗯，因为雷的速度真的很快，因为我现在搭配那个雷电的锁链。不是哦，雷电就是你要瞄准一点，但是它可以连波下。嗯，可以直接学技能吗？在展示厅这里。你要买？哦，现在还不行。展示那个只是先让你练习看看而已，之后才是正式练习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他一开始不是有几个技能给你练吗？我跳过。哦，你没有用啊？对，我直接跳过。有啊，有个地方他有展示技能啊，然后你可以去跟上面的柜台领几个火焰基础技能。哦。然后就可以在底下去打木人。今天血量维持不错，对啊。继续维持170，结果变成180，可恶！买水喝，安安安安。火焰是 CD 越是累等好之后算会比较多吗？他现在你看你的那个 CD 啊，他 CD 上面不是有写数字吗？嗯，数字越多代表越多发火球啊。嗯 ，combo 越多。嗯，它是有点累加制的，就是它要到那个时，要在要集一段时间之后才有那个，才有那个量，才有那个东西量。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不要，安安，哇死了！切，火系的一直被克数，好烦啊！哎，你们知道那个吗？你们如果直接买同样的一般的技能，就会被蓝色的。会有。什么蓝色？会强化啊！会强化，不是金色吗？金色是大招，小招你只要买同样的一个招式，它就会强化。再买吗？对，再买一次。一颗蓝色的宝石捡到，然后大招会变强吗？会，没有，它只是让你吃而已，里面不会有捡到的。你要一直用技能去 combo 打。哦，你技能开始基础的四招，然后剩下都要是在里面拿到的。嗯，火焰女王。大地领主，冰霜你是说什么增强？你说小招会增强是不是？不知道就 B 键，就商没有吗？商店卖的那些啊？你说地层商店卖的吗？对对对，你要再买一、哦、再买同样你身上有的一个，他就会直接他就可是他直接卖我已增强哎，就已增强的话就是已增强买的话就是可以直就是已增强。我身上没有这个技能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而且他就是已经增强、哦、啊。如果你是买一个没有强化的啊，你身上同样一个是一个同样一个没有强化的，他就会强化。买这个玩好了。嘿、嗯，哦，这么帅！混沌奥义，波动俯冲、
要不要混搭技能呢？我觉得可以试看看哎、欸。有啊，我觉得混搭不错啊。因为我全部用火的，虽然伤害还不错，但是遇到克除就狙了。来个电鼠好了。完了啦、欸！等一下，我没有刀可以用啊。我有刀怎么写走的啊？我有了。哦，钥匙被吸啊！你有拿过双面效应吗？没。猩红四叶草。猩红四叶草。敌方跟我方的暴击率提升。你打人家会暴击，他打你会暴击。对。但是如果你是装吸血鬼的眼镜，如果你是装诺格神圣皮靴，感觉增加跑速，然后干嘛？皮靴靴子我就比较少拿。其实我觉得猩红四叶草好，它增加的暴击率很高。我一直自己走下去、欸，走下去岩浆之类的。多练习咯，对，这只能多练习啦。有几个招式是可以那个啦，可以增加移动距离。可是其实我不喜欢增加移动距离耶，会算错。哦，对。怎么了？没有。冰霜女王不是三招吗？还是四招？冰霜女王。我记得好像他们都是放三招，都是三招以后会 CD， 但是有时候他会刚好接他的大招，所以你会以为他是四招。干中了，这可以连线吗？不行，目前不行，不行，目前不行。本机双人，对吧、啊？可以连线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蛮有趣的。四叶草还是拿双面哦、啊，没拿过双面效应，当然四叶草。四叶草是三倍吗？四叶草不是三倍啊，四叶草他没写倍率。是那个武士刀，武士刀才是写三倍暴击，但是写，哇，中了，过了。而且我还有解析镜片呢，解析镜片可以再增加暴击率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啥？可是我现在血有点少，剩190。过了，我们过了。好像可以哦。那至于他这个就是三大关卡都是随机顺序。然后混沌试炼的法师，哦，那是你好像是要你全破吧？你要全破才会拿到那徽章。我刚刚就是点了徽章，然后被瞬移到一个房间。哦，你新手教学结束了。哇，还有这么多斗篷哦。有啊，我现在带一个青蓝色青绿色的，很亮绿的。那它是。等一下，不要再讲了、哦，我死了，分心了。冰冻魔盒是什么啊？这技能也是慢慢学的吗？对啊，就是你要去赚钱去买技能，慢慢让你自己搭。就是你现在在城镇吗？我现在在好像仓库的地方。你往上走，出传送点之后，你会看到左边有卖道具，右边是卖技能的。右边卖道具，左边卖技能，还是左边卖道具，右边卖技能？左边哦，小杰，卡片的那个就是技能，放在红布上面就是道具哦。雷电降临，听起来好帅哦，但是我要买这一招。啦啦啦，红钱啊，还有永动魔盒，永动魔盒应该是冰系的。看这一招技能啊，我先来看好了。那不能看一下道具的简介吗？不行，你买了就知道了。你买了就知道，所以才想要找危机啊。你买了就知道了，或是你有朋友先玩过，然后拿过那道具，可以跟你。那我问这三个，那个尤菲的围巾，富翁之手，加防御。尤菲围巾是加防御，加富翁之手是加金币掉落。我觉得先买个富翁之手好了。哦，你们一开始钱都会先买吗？会啊，就只能用赌的啊，赌看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招啊。罪人的账簿，那啥？
罪人账本吗？账本好像是敌人越多伤害越高，好像是这样吧。看一下这边能看吗？好难选，不能看。微小鳄鱼之心，微小鳄鱼之心是什么啊？哦，不要带，不要带。这是什么？它是扣你最大生命值一半。啊，然后但是你只要杀了一个人，他就加你最大生命值，但是不会回血。他只是加你最大生命值黑色框框，所以你补血还是要靠自己补。你懂吗？哦，所以是先扣一半血量，然后再一直杀人增加血量，最大血量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很烂啊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可是你要配富翁之手去买血量血罐，或是你要配吸血的眼睛。我是有配吸血，所以我觉得还可以。那你试试看，有配吸血应该就可以。欸，你就试试看咯。啊，三点出了没？还没。每次击败敌人会，对，每次击败敌人会上升血量。风减连锁。反正一开始的招式你都可以先用看看啦。嗯，每个人喜欢的招式不一样。对啊，像我跟你讲说，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你未必喜欢啊。嗯，像你看，对啊，波比，我就说波比很好啊，你们嘞，拿到就很好，我超爱玩嘞、欸。哦，哈比，高，我想买这种，就是冲刺的时候会往前顺嘛，然后会有一团水往前冲。我没有钱呢，来去买。哇，来去赚。坑人的东西，其实我觉得这个 不太坑人啊。如果我杀很多人的话，我血量就爆多了、欸。啊、要看你当时的配装啦。嗯，我那时候会说不要买，是因为我那时候满血，他直接扣我一半的血。我当然说他，我当然说他亏那个啊。哇，完蛋了，血是323。哇塞！我配的这两招都是自身防御啊，所以我在搭配我的近战攻击，这样子伤害其实蛮高的。敌人靠近我就会受到伤害啊。还有还有还有，斗篷一个75块。那什么？动不了。所以第一只王是那个大地的吗？不一定，顺序随机。三种属性顺序不一定。嗯，你每次进去都不一样。啊，像昨天就是云月都带火的啊，啊，就每次进去都是冰的啊。冰雕用的，是被虐爆啊。所以风的是哪个属性？风是风的，好像是基本属，没有克任何属。嗯。有啦，冰的会被降，还是有些会啦。我看到我想要的东西了，可是要100块。这是爆破，我以为你是冰霜。但是打草需要打吗？要，钱就是从那边来。可是草我不知道，有时候打罐子啊。罐子、箱子、装饰品都会掉钱。啊，草嘞？草我没有仔细注意过。罐子会掉钱吗？我怎么没感觉？有啦，会，只要是装饰类的东西都会掉，但是一些太小的物件，例如草啊，这个我就不确定。哇，我才打一两块，我的血就扣100多了，是我太不会操作。你们跟我一样啊，很难那个、啊。初期都是差不多。我昨天在音乐台说我要退款了，就是我玩了快2个小时，我连第一只小王都打不过，才知道我都不清小怪，直接去打王。直接被小王打爆。对，因为你要把小怪清完，怪才王才会弱，小王才会变弱。哦，终于打到你了哈！从王国之战一直咬到现在的，打了这么久。我刚就不是走，刚第二场的时候就跟想说，我要边打蚊子边打人。嗯，对啊，就这只蚊子啊，我可能误会他了，他可能刚到而已。
干，这个干刚不是我，刚是另一个，那个已经吃饱走了哈，他已经飞走了，才刚来，刚来就骂，还被打。哎、欸，那个像那个海螺，那个是什么？我都忘记了，我记得我买过。冰王的技能中有冰枪，好像也我们也可以学到冰枪吧？有冰枪，可是那就一只而已，一次就一只。哦，不像冰王的有三只、欸，不像冰王的三只，可能有增强技能都可以吧，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对，好龙，这都是冰的、哦，黑曜石奔流，哇当，黑曜石奔流打前面还不错，我好容易掉进到洞里哦。你要抓对啊，有时候要斜着跑啊。你在没有冲刺或是用技能的状况下，靠着边缘是不会掉下去的。有时候在中间我就滑了，然后就摔下去了。你其实可以靠着边缘然后再滑。特斯拉线圈，增加电系伤害吧。没有，它是那个特斯拉线圈是极晕敌人。哦，是极晕哦。对。啊，电池才是增加电系伤害。完完。哦，所以我要找电池。啊，我刚可能真的误会那只蚊子了，现在又一只。爆破精灵。哇，那个万无一失火箭是干嘛的？我没用过哎、欸。那有一个怀表呢，波兹的怀表，忘记了。怀表我之前好像有买过，但是我忘记了。我选了一个技能会拉怪物到身上的。啊，哪一招？好帅啊！冰吧，冰的冰锥，冰锥会推过去再拉回来。冰锥。哦哦，基本招、啊。我掉下去了。嗯。我要存钱吗？好了，大王。啊，成哥好了。狂暴就超可怕的，狂暴。狂暴是什么？当风云。狂暴可能是那个增加攻速的吧。哇，痛！我直接被打下去。他也被打下去了。加油！哦，等一下。嗯，要求买。一开始要买增强还是买其他技能？你有钱就买啊，就慢慢试啊。每个技能都可以先试看看，因为就刚刚说的、啊，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。对啊。哇操！居然是裂风切割。剧透还好啦，这个没有剧透问题啊，没有，这没剧情，这没剧情哈。每次都随机的、啊。对，我管理员是说技能剧透啊。哦，哦，欢迎，欢迎，多告诉我们一点，拜托。啊，挂了，没关系，一开始会死很多次，很正常。啊！我靠！怎么了？他去哪里了？没有，他刚刚地表只有半格宽。哦，你要瞪，就要说自己算距离了。哦，帅帅帅！哦，你是说左右这样子吗？没有，他不是，他只有半格。来个 JK 给你。他真是很机车、欸。先说一下技能，机满好强哦。昨天晚上爬了第三关第二，三只二就死。我也差不多。对啊，在音乐观台之后爬了三只二。哎、欸，那其实你快爬完了、欸。对啊，就是快了啊。哇！求剧透，这个可以剧透，没关系。欢迎。